最近一直吃汉堡，导致我变成了200斤的胖头贝利亚了。果然汉堡都是垃圾食品，不能多吃。臭奶糖，明明就是你自己不自立，然后暴饮暴食，才导致你变成200斤了。你少把责任都怪在汉堡身上。切，我说的有错吗？汉堡本来就是垃圾食品，对不对，小伙伴们？不信，我要去减肥，恢复以往的魔鬼身材。先来瘦个190斤，压压惊。胖子果然不好，走起路来都费劲。哦耶，减肥成功。接着是180斤。没想到减肥这么简单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可以一边减肥一边吃？咦，臭奶糖，你少在这里瞎说，减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要是减肥过度或者暴饮暴食，都是对身体有害健康的。正确的做法就是控制每天的食物，做到规范健康的饮食。汉堡，我有个疑问。什么问题？问吧。那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胖？臭奶糖，你才胖，你全家都胖。我本来就胖呀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减肥。减了这么久，怎么才掉40斤啊？不行，这样10斤10斤的减太慢了，下一关我直接减20斤。奶糖，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一下也减不成瘦子啊，这样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。没事的，只要我足够自律，肥胖就奈何不了我，冲呀！哦耶，成功减到130斤了，接着再来120斤。这关的隐形方块不是简简单单。哈哈，臭奶糖，打脸了吧？再来，我奶糖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。要是摔倒了呢？那就再来一次。哦吼！咦，臭奶糖，你这脸皮简直比千层饼还厚。这样太累了吧？我不想减肥了。奶糖，坚持就是胜利啊！你可以的，你这么肥，小伙伴们肯定会很讨厌你。不是吧？我不要小伙伴们都讨厌我，我要减肥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侯爷，我已经减到100斤了，就我这速度，以后报啥减肥班呀？跑酷减肥它不香吗？切，臭汉堡，你少嘚瑟，下一关的95斤可是需要3段跳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3段跳还不简单，这不是有手机鞋。可恶，臭奶糖，怎么给你装起来了？最后一关90斤可是需要4段跳，你要是过去了，我就给你10个汉堡。汉堡，这个是你说的。切，奶糖，你还是放弃吧，迷你世界没几个能跳上去的。嘿嘿，我跳不上去，我可以用喷射钩爪呀。什么？臭奶糖，你这是耍赖皮。这怎么能叫耍赖皮呢？我这叫合理运用道具。汉堡，我的10个汉堡拿来吧你。哼哼，草率了。